千手演绎，千人入金藏，庄严道气回荡在会场。一念心即是永恒，慈济人发心立愿，就拔病苦，行愿半世纪。眼神专注，动作精准，完全看不出他在岁末祝福前一天才接到替补任务。我说我可以吗？我有一点紧张又害怕。他说没有关系，你可以的。其实手语若是你有入金藏，把它练习得很好，只要动作改变一下，应该是都可以做到的。20岁的年轻身影，人群中格外醒目，跟着妈妈做慈济，耳濡目染，明年就要受证。他只有一个心愿，能从上人的手上接到名牌。理法殿就是说法的道场，慈济志工吴丽环30多年来带动邻里加入慈济，人间菩萨大招生。我做化验哦，对，环保哈、哦、可以引渡更多人，所以我回来哦。我就开始在我店里门口，我就开始做了。逢人就说慈济，只要上人一呼，他就应。我们台上这些师姐、师兄都是最好的见证，因为我们都是他渡进来的。人呐、啊，要有缘见面就已很不简单呐、啊。能彼此之间有说话的因缘，可听话，而且呢听清楚也都明白啊，何其不简单啊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握姻缘哦。扛起行善之业，5毛钱的力量击杀成塔，点点滴滴入功德海。要花心礼愿，不是名臣菩萨，我们要真实菩萨，用爱普在人间。我的心盏盏心灯照亮人心社会，虔诚迎接2021到来，祈愿这是个平安吉祥的福慧好年。来，新闻学长柯信智台北报道。